要讲台长能不能再看一个，再看一个啊？台长，好了好了、嗯，台长，那看儿子，我儿子就是说身体，我儿子就是93年1月4日的。这样，台长，台长，不能讲了，不能讲了，打了，不能讲了。啊，你儿子，你没什么看，有什么好看的啦？他的身体，他的身体一般的，也不是太好，嗯，腰嘛腰嘛也不好，他就是干，嗯，嗯好吧，对对。你自己、嗯、自己多给、你要是事业一般的，你这儿子胆子又小的，胆子又不大的，嗯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对对对，只能跟着人家的，只能跟着人家的。对对对好了好了、嗯对对对，好好念经嘛、嗯。你如果要孩子好嘛，多帮他们念经，多劝他们学佛，好吧？啊，好的，好我就听着给他们开智慧念七遍心经、嗯。行，谢谢台长卢台长，谢谢啊，再见再见，嗯，谢谢谢谢，嗯，再见再见，谢谢感恩感恩，嗯，谢谢台长。